剪彩入面剪报，礼义廉真老土。哇，小朋友冇事，冇得打别嬌。咁热闹，间寻日礼义廉喺维园个年宵档开幕啦嘛。咦，连佢同佢同最中意 show 卡片嘅佢都好俾面嚟撑场噃。高局长仲同曾主席。打嘅啦！哇！尊敬嘅曾曾局长，尊敬嘅郭永文局长，仲有我哋嚟。哇！胡锦涛嚟咗啊！无论发型、声线都咁根正苗红，佢哋剪彩都一样好特别噶。哦，咁大碌彩带啊，真系未见过咯。好，曾主席又剪布，剪完仲变埋共产党红领巾，礼义廉啊真系够晒红啦！嗱，阿曾主席咧唔止剪布叻噶，写大字都有一手。一众靓模近排出 show 社挥春，真系要向曾主席学习学习啦！你睇啲铁白银钩，前日 CY 先败走完维园，估唔到高局长都走唔甩，搏搏下咪嘅一个出入口条例嘅立法程序，咁所以好多嘢噶吓。咁我要有走得咁急，先唔系社民连嚟举牌追击咯。不过佢哋又冇做啲乜嘢，高局长唔使咁惊啩。唔通维园年宵真系高官嘅禁地？